着灯，无聊地望向天发吊灯，人仿佛此刻身在此处，心却在世外远行。他掠过的黑眼睛投入心，怀着愿望也像是疑问，独坐于金色的下午，没半点声音。他可是心里人，一对寂寞的心，时间开但也近。时间开但也近，他无限仿佛可亲也陌生，然如现在向这面行近，是否应该给他认识我，不再让各自远。在这一刻眼光似在等，祈求着某些东西发生，是否应该起身步近，或各有各等。他可是心里人，寂寞的心，时间开但也近。他可是心里人，一对寂寞的心，时间开但也近。心，时间。